当妈妈检查我的皮肤时，救命啊！大小哥哥，没时间解释呢，快把迷你号给我。啊？怎么了，奶糖？你要我迷你号干嘛？都是因为我脑猫要检查我的皮肤。你要是刚好游戏充钱，你就等着余生在我给你暴露过十个不死班里度过吧。哦，就这事啊？不过你的号不是豹子头林冲的吗？你有什么好怕的？最近不是柚子去玩蛋仔的吗？小金库富裕的吗？你小子，行吧，哎，这是我的迷你号，拿去吧。嘿嘿，大小哥哥，对不起啦。奶糖，这是你的迷你号，该不会是随便找个迷你号来糊弄我吧？怎么会？我糊弄谁也不会糊弄一名神武，巾帼不让须眉的老妈您啊。嗯，算你小子会说话。不过要是让我发现你往游戏里充钱，你还是要去上补习班的。不敢不敢，我可是妥妥的豹子头林冲。哼，谅你也不敢。杀！臭奶糖，这就是你说的林冲？林冲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皮肤啊？老妈，你别激动，我可以解释的。好好好，你今天要是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我十个补习班就交了100个。我问你，这个糖心小熊怎么来的？这个是用迷你豆买的，迷你豆可以免费获得。嗯，行，这个算你过关。那这个电玩少女林音呢？出场动画就这么炫酷，总不能是用迷你豆买的吧？这个确实不是用迷你豆买的，不过这个是官方为了鼓励老玩家，3到7日免费获得的。Yes。这个糖可一呢？这里写着瑞雪丰年，一看就是要充钱的。老妈说的对，不过这个只要手充1块钱就可以获得。这样啊，那这个春雨呢？开盲盒开到的。小兰呢？这可是写的典藏，你可别再跟我说是从免费获得的。啊，这……好啊，我就知道你往游戏里充钱了。这个补习班你上定了，也谁也留不住你。我说的。哎，事到如今，我就实话实说吧。其实这个号不是我的，是辣条哥哥的。什么？是辣条的？好啊，我马上就给他报50个补习班。你要是敢往游戏充钱，你就等着余生在我给你报个50个补习班里度过吧。嗨，怎么才能避免老妈给我报补习班呢？哎，有了，只要我把辣条哥哥充钱的事情跟老妈说了，他不就没精力管我们了吗？臭奶糖，我好心好意把号借你，你却背弑我。奶奶哥哥，我是身不由己呀。啊，我跟你拼了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干。乌贼拿命来。